今天炖八角高丽土味皮高丽塔香皮高丝全部高丽土八角桂皮香叶高丽土等你破壳之日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土味灵丹了行有本事你就把小叶我也高丽土加大火力大阿姨哎呀我的大床我想死你了我想你了我的大床阿英啊在一对男女不是仙侣的情况下同床共枕的话是不对的那我们要做仙侣吗有人你之前是受刑的时候你不就一直睡地上吗我又不介意我们俩一块睡我去往茅厕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在地板上你有事吗我要睡床行可还有你要跟我好好修炼我从今天开始我都不再命令你了你现在可以先转过去吗嗯谢谢有人以水碗为界一个人朝床头一个人朝床尾互不侵犯现在可以睡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我